台下酝酿音乐力量，卸下光环返璞归真，抛开巨星荣誉，用歌声取悦知音，无需舞台效果，用初心俘虏乐迷。在追求颜值的时代，蒙面披甲踏上舞台，蒙面唱将猜猜猜，星期日晚8:30与江苏卫视同步播放，Now Jelly热切期待。